大家好，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格兰伟计划发言人台北林先生来到现场来进行快问快答的活动。林先生好，卧槽执行长林祖宜你好。首先第一题，请问格兰伟是民进党的外围组织吗？不是。新的罢免门槛是否满意？有遗憾吗？有个大前进，还可以更好。下一个想要罢免谁？还在想。会罢免新竹市立委吗？如果他跟蔡正元一样烂的话。何时要罢免蔡总统？如果我是立法委员。如果罢免不成功，可以改罢免蔡想想吗？不会，他那么可爱。你是猫派还是狗派？我比较喜欢鸟。请问蓝委的位置在大肠还是小肠？应该在大肠吧。请问哥蓝委有健保给付吗？大概有，没割过。是否有打算投入选举？目前没有。有看过卧槽的报道吗？有。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卧槽报道是什么？一地一休懒人包。最喜欢卧槽哪一只吉祥物？阿草。生命中最重要的家电是什么？冰箱吧。去卡拉 OK 都点什么歌？要想。口罩能够防 PM2.5 吗？没有办法，所以不能去北京玩。你几岁？25岁。住哪？板桥。单身吗？呵。是否支持婚姻平权？我支持。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你棒呆很帅。好耶，谢谢今天台北林先生来到现场的访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